是件好事来的。老是有很多智慧啊，很多累积才可以有今日的。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，给你我百转千回，我终于现在这个阶段了和忧愁，因为我知道我喜欢什么，我可以做到什么，我要求的是什么。我觉得打扮得漂漂亮出来反而是我觉得很比较累一些，我宁可就是花多一点时间花在演戏上面，而且其实基本上我都喜欢把自己收起来。我觉得根本一个年龄的数字某个程度都是一个歧视来的。如果我觉得人家歧视我的时候，那为什么我自己要歧视我自己呢？我又觉得很开心，我又觉得我又不是要跟人比较，但是我起码觉得自己是走出了第一步，我愿意去尝试，我愿意去探索一个不同的我和我的可能性。为什么要怕老的？其实很自然的一回事嘛，就是我嘛，我要接受我嘛，对不对？这艺人吧，最大的一个遗憾或者是威胁，就是活在别人眼中的我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，应该就是喜欢真正的叶童吧。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因为别人说什么是美，我们就去追求，是接受自己，然后自己会发光，别人就会觉得你漂亮。我自己的表演方式，我是比较一向自然一点的那种表现方式。演戏带给我很多的乐趣，可以演不同的人物，而且每一个人物都有他不同的个性，而且可以在戏里面我可以变得很漂亮，有时候也可以变得很丑、很穷、很孤单。我觉得没有什么工作比这个工作更有趣、更好玩，所以我的全部心思都是放在我当中。时间在你身上的确不是时间了，因为你已经超越了一辈子的时间，你已经不知道在多少人物身上塑造了不一样的生命，他会把那个时间延续得很长很长。